出自短道速滑，他居功至伟。从运动员退役上大学，税务局的科员生活，外援教练，再回归中国国家队，李琰的人生走得无比精彩。2017年，他以全票的高支持率当选了中国滑冰协会主席，如今还担任了中国奥委会委员。相信在他的带领下，中国的滑冰将有着美好的未来。